康新记者会正式开始，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今日出席的长官以及同仁，马文明院长、陈胜宏主任、李庆水医务特助、林亮颖主任、张国仁主任、廖林桥主任、陈彦慈主任、施明峰医师、林健康社区中心黄美玲执行长，还有我们的黄品纯助理管理师。接着为大家介绍今日出席的贵宾：卫生局保健科陈义军科长，台大医学院主治后护理学系高碧霞主任。健康社区中心卢树丹前执行长，镇东社区发展协会黄耀勤荣誉理事长，镇东社区发展协会陈立如理事长，古溪社区发展协会黄善林老师。那我们首先邀请马慧玲院长为我们致辞。大家好，大家好，好，那我们的长官陈科长，还有我们合作的伙伴陈理事长、黄理事长、那黄老师，还有在座的媒体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啦，兴奋跟大家介绍我们医院的一个我觉得做得非常棒的服务，叫做云健康。那我们很多东西都叫云林啦，云云云林，我们就在云林。那这个台大医院今年刚好20年，好，那我们刚开始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守住急重难喊。疾病重症啊，那到最后我把罕病重症，这一块急重难喊，应该是林涛品牌也守住了云林的健康。那我们云林的同乡们哦，现在几乎不太需要北上，在重大的伤病也几乎很少外转哦。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要顾到我们的社区，从我们刚开始就会到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去服务。我们得到医疗奉献奖的叶宝专医师，他就是在这个缺乏精神和照料的地方服务了20年，所以得了医疗奉献奖。可是健康最重要的不是治病，健康更重要的是要维护健康。所以医院是一个治病很积极的地方，让大家赶快康复，赶快回到社区。可是我们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每个在社区的人都可以维持健康。那如果他有不健康的状况，我们就要让他知道，提早发觉，那赶快让他在这个小病、胃病啊，最好是没有病可以发生，小病可以筛检出来啊，或者是有一些疾患的时候，在社区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忙，就地就可以赋能。那更重要，我们医院当然有很多急重症的患者，这些人也不是马上就好到生龙活虎了，他也要一段时间，慢慢的透过分级医疗各种的机制，到回到他们的社区。所以，我们跟社区，我们存在在社区，我们跟社区是完全是一家亲的哈。那这几年政府也有很多的政策，无论是医师科、保健科，就是一起要医院、诊所、大的医院、小的医院、诊所、卫生所，大家一起来把社区做好。所以现在医院不像以前高高在上啊，就等着你来看病啊，对你很坏。现在那我们是要走出去，用民众听得懂的话来传达很多重要的健康事呢。那这个在云林是比较困难。我举个例子来讲，云林大家知道啊，以前说比较老，可是云林现在没有最老哦，现在最老是台北跟新北哦，以前云林是第二老，现在掉到第六老，所以现在台北跟新北比较老。可是云林的老跟台北的老不一样，我自己住台北，台北很多又老又有钱，又老又很会打电脑，又老很会去这边云林找吃的，就是我一个阿姨，她最大的乐趣其实是身家上亿，她就是找架上有哪个新出来的东西，
然后不停地找出来。所以云林的老跟台北的老是不一样，台北关注一个调查，这个小学或者不识字的人大概是16%-20%左右，那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云林这个数字是超过50%-55%以上哦，所以我们的民众的健康势能，光这个这个教育程度、社经阶级，就差很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比较孤老的地方，全国平均大概是15%的年纪比较大的自己 living alone 一个人住，那在云林是全国数一数二，我们应该超过21%-22%哦，所以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民众，又散在一个广大的社区，那又有很多交通的限制，要让他们在先天跟后天都有很大的挑战的话，能够维护健康势能，这就是我想当初黄院长在这个前年提出这个云健康的概念，就是要发动整个台大体系的这个力量，我们要走出去。以前也走出去，现在是要更铺天盖地的走出去。到所有的地方去做健康势能的推广，做疾病的早期的筛检，让大家可以做得好。那这些团队我们有很多，包括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云健康，之前大家可能听过的阿波罗计划等等。那我们是只希望把这个社区当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那医院不是只是治病的地方，医院是要让大家一起健康。那这里面就要非常谢谢我们长官的指导，那洪主任在这边在地经营20年，他自己也是云林人，他最懂得这个社区的需要。从以前包括我们是第一个做这个安宁居家安宁让这些最需要的人。那后来我们扩大以后呢，这个云健康成立以后，就有我们的这个卢执行长等一下他应该会做一些分享。那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因为我早上常常就是进医院的大门的时候，就是云健康的团队要出门的时候那这个通常是其实有点辛苦啦，要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要到一个外地，可是我每天看到卢执行长都是兴高采烈哦，他很嗨，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嗨，他每天要出门就拖着那个拖拉机很高兴，然后一直跟我说我们今天要去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 lucky 有这么热情的人那我们除了做了传统的这个以外，他后面他们会讲，那刚好我们有很多新的科技那我们这个在场的林亮宇教授是国内等于是国际上对心律不整的这个大师，所以他最厉害的就是心脏不整、心律不整的一些诊疗。但是大家知道，心律不整有很多是潜在，你看起来好好的65岁以上就有多少会 AF？ 对。65岁以上随便去筛检，可能就5%。我们年轻人，我也没有那么年轻可能低一点80岁以上更多。那这个其实我母亲当初也是这样子到最后这个生命的末端的这个疾病，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早一点筛检出来，就给他预防。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来云健康做的非常的起劲那素贞呢，刚好有。职业的生活到一个段落，所以他最近退休了可是他就是留下来当我们的终身志工了我们要把你剥削到最后，所以我们期待你的这个笑容。那今天也要跟大家介绍我们一个非常棒的这个街坊是美云美云是以前我们的督导部长督导，也是非常的开心看到他，你其实没有这个悲伤的权利。所以我相信这个强棒棒出手那这个美云街的这个素贞以后会把这个东西做得更风生水起。那当然我的医疗团队除了这个洪主任的代理以外，那我们实医师还有在座的下面的业医师都是非常亲切的医师以前大家都觉得台大的医生很高傲啦也经常在鼻子上还是有啦不过在座的都没有。那施医师呢除了他在嘉义的专业上医师，那他们也经营这个健康社区和这个医院的健康营造，也替这个台大医院拿到好多健康医院的内部外部的肯定所以今天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向大家报告这个云健康就这些。不过最后还是要提云健康的这个运作，其实都是善心人士的帮忙我们透过很多的善心人士，
那给我们做一些捐助来做这样子的推广，所以我觉得就更有意义啊，这个事情的这个起心动念哦，还有它怎么样子的永续经营哦，都是来自于社区，那也是回馈社区啊。讲的比较久啊，谢谢大家。
谢谢医师。那我们接着邀请陈英俊科长为我们致辞。谢谢心理。那马院长带的团队，那还有我们今天有社区的黄理事长、陈理事长，还有黄老师，各位。记者先生、女士，大家午安，大家好。那很开心今天受到王院长邀请来参加这个云健康云健康社区中心的记者会。那也非常感谢，就是在王院长带领的团队下，在我们整个云林县的社区在做这些健康事的。那云林县因为它是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已经超过20%了，也就是说在整个民众里面，只要有一个人里面就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哈。那因为我们云林县的65岁以上的长者，大部分都是国小以下毕业，那不识字的比例也比较高一点哈。所以其实，在对于这些高龄跟医学有关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可能因为比较艰深，我们比较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专业的内容这样。那因为高龄的关系，也连带到。会有一些慢性病哦。那怎么样在社区做一个让有一个自主管理、健康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非常感谢我们医院的团队，走出医院到社区到庙口去做开展哦。那除了做一个糖尿病的卫教，也做肝炎的防治等等哦。我想这些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在地的健康的老化哦。那除了这个疾病的卫教，我看也有一些公共班12周的课程哦。我想这些健康促进的课程，我长者其实记忆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要有记忆力，他才不容易跌倒，他才有办法出来社会参与。那因为他有出来参与，跟大家有互动，心情也会比较好，有吃的好，那他整个就会比较活跃的老化。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非常感谢马院长带领的团队到我们云林县，走出斗六到沿海口湖去，不是只有照顾云东、云中跟云西，也都一起照顾。那非常感谢大家，那也祝未来有什么需要跟我卫生单位来合作的部分，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合作守护我们的乡亲。谢谢。
马院长，还有各位师长，然后我们的社区的伙伴，包括我们陈理事长，然后黄荣义理事长，还有黄老师，还有我们记者朋友们哈。那我是学生后护理学系高碧霞主任。那学生后护理学系，台大的学生后护理学系是2018年成立，当初也是为了要实践我们台湾大学对我们云林乡亲的一个社会责任，所以就有一个学系，那能够成立在这边。那我们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时间是2年半，那第一年半他们要完成基础医学跟基础护理学，那会有一年的时间完全都在我们的云林进行，我们要进行那个所谓的专业的那个临床实习啊，社区实习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所以很荣幸我们的老师跟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的社区及家庭医学跟我们林健康的这样的协助之下，我们的同学在社区的实习是他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这个学习经验哈。现在的学生，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就像刚刚院长所提到的，我们的高龄化，还有局长所提到的，我们的这样的老人家的这种陪伴照顾的过程中间，他们花了每一次都要5周的时间在社区里面，然后如何去协助他们去增长那个健康的势能。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是来自大概有3/3是来自都会区的啊，如何用那个美美等的板椅哈，去跟老人家教他们怎么做运动啊，怎么健康吃，怎么去得到比较好的那个什么用药的这些的部分，用药的知识我们也跟那个廖主任曾经也有过在正心里，然后补习里，然后我们也在龙潭里，然后也到那个机动班，是到我们的那个棋盘社区哈。那这些点点滴滴在我们的学生他们的回顾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资粮跟成长的一个历史啊。好，那非常感谢的是分院跟整个的这样的团队，还有我们的社区，可以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的资源，可以帮助学生和护理学生。在他们2年半非常密集的学习的过程中间，学习到如何去服务社区，走入人群服务社区这个部分，然后培养他们专业的实力。那将来他们，我们毕业的学生考上率都很高，将近都100%考上。那他们完成了一些的临床的一个学习跟去服务之后，也有很多人也是会走入到我们的长期照顾。社区的照顾的部分啊，那去实践了我们在社区照顾里面如何去进行早期预防，以及到后续的一些长期照顾的这样的部分，然后发挥跟社区是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关系，然后能够来贡献，能够来服务。那以上是非常简要的介绍我们学生护理学系，在这一段的时间历经了，已经是从2019年，我们2018成立嘛，2019同学开始在那边实习，所以已经有4届的同学得到大家很多的帮助。那再一次也利用这样的机会，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谢谢。那我们在进行林健康社区中心的介绍之前，我们也请洪胜荣主任为我们讲一下话。
很高兴啊，其实在黄院长当初只是这个任务给我啊，其实林健康林设计健康中心，想说台大医院已经在云林已经深耕20年了，在这边可以把民众的健康照顾得好，但是我更要走出去哦，比我往下两块跨回比较慢慢来改一点，这是黄院长之前交代的我们要做的一个任务了，所以我们就有执行长，然后我们也有副管理师，然后在马院长的支持下，我们全院总动员，马院长说，全院的医师要出去，医师、护理师要是变成大家 KPI 了，哈，有点爱之疲劳，所以全院总动员，我们很高兴能够做这个事情，然后在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就把云林县20乡镇都走透透了，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哈，其实我们会继续走下去的，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我们会。希望后面的老会员说健康老化，我想老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没有他给空健康老化，其实是我们会一直努力去做的。谢谢大家。好，那院长、各位长官以及在座的记者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云健康执行长，不是美容执行长。那今天呢，很开心的代表云健康来这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两年来云健康在云林地区所做的一些耕耘以及努力。那就如同我们主任黄主任说的，这只是开始而已，我们还没有结束。好，那现在今天先短短小小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那我们云健康呢有一个 slogan 叫做“我大劳耳大劳，一万都没啦”。好，那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到社区去，所有的长者，就是阿公阿嬷，就是长辈们，跟我们一起上课的一个场景。好，那我们有到了很多的地方，那也凸显出我们云健康的重要性，就是。瓦嘎劳，耳嘎劳，瓦嘎劳，英万都没了哈。那来上课的人哈，就会越来越年轻哈。好，那刚刚院长也稍微讲了一下，然后主任也稍微讲一下，云健康的诞生其实是在黄瑞仁前院长的一个指示下我们成军的。那在卢树珍前执行长的带领下，我们在2021年的12月1号，我们正式成军。好，那我们整个云健康的经费来源就是要仰赖着一些。善心人士的一些捐款哈，那无外乎也需要我们的马院长哈，极力的来促成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好，那我们一切就拜托各位善心的人士以及我们马院长。好，那我们云健康成立之后呢，我们到底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大家都说健康很重要，健康很重要。云林县是一个老人口非常高的一个县市，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提供我们民众的健康势能。那我们不是只有在斗六，我们也不是只有在云中，我们甚至到了云北、云南、东南西北，我们都跑透透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办法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云健康
用不到短短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走遍了20个乡镇。那我们每个月做多少场次？我们平均大概4到8场不等，我们就看我们的时程再来安排。好，那我们是绝缘总统控，我们云健康虽然只有执行长跟助理管理师，但是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全院的医师人员做我们的后盾。好，这是我们云健康非常非常丰富的资源。好，那我们到底总共呢做了多少事呢？因为目前为止在网络上查到资料，我们云县人口大约是66万人，所以呢我们服务的乡亲就是这么多，就是66万人。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康的冲，你看那个小鸡在我们的教育下，在我们的指导下，每一只小鸡它都可以变凤凰，我超喜欢这一张的。好，那我们20个乡镇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啊，就是全云林县的地图。那大家看得到的有插旗的，就是我们到过的。好，你看哦，没有就是很实实在在的，我们走过，我们到过一个乡镇，我们就插一支旗。好，所以我们已经20个乡镇走够了。那我们到底带给民众什么样子的内容，跟怎么样？我们到底写些干啥？那最主要这些课程，我们有肝炎防治啊，致癌筛检，那还有就是机不可失就是激励的一些课程的安排。因为刚刚有讲到老人最担心的就是肌少症嘛，会延缓他的老化，延缓他失能。那我们也会带一些运动啊，那当然呢，一些疾病的教育是很重要，但是怎么吃要怎么吃也非常重要那营养要怎么讲点功啊，那么讲个点功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也有营养师的团队加入我们，有药师的团队加入我们那我们的整个的课程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也非常非常的符合民众的需求。那刚刚有讲到，您在强调的全员总动员，全员总统控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整个医疗客户呢，已经有达成率已经有75%。那云健康中心呢，除了原本就是强大的医疗团队会出去服务民众之外呢，我们也会跟几个机关来做合作我们会跟国家卫生研究院做一些合作，那我们也有跟云林科技大学做一些合作，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当然还有后护系，然后还有肝炎基金会以及工业技术研究院这些地方呢都是会跟就是有跟云健康中心来做合作的一些单位为什么要跟这些单位来做合作？因为我们不会只是办理讲座，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专业知识，透过我们的能力，带给我们云林乡亲更多的知识也好，或是技能也好，这是我们云健康中心所期待所能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跟跨界合作的一些经历啊。那这个就是感谢台大后护理学系的学生们在我们棋盘的机动班一直在协助我们如何的来把这样的一个机动班做好那这个就是与肝炎基金会一起合作的我们到了四五去跟阿公阿嬷上就是乙肝防治这些课程，也得到非常好的回响。好，那刚刚科长有讲到我们云林民众的一些特色都就是年龄偏普遍偏大，就是高龄嘛那我们这个资料来源是通我们办了这些场次我们自己资料统计出来的就确实70到79岁是第一位好，除了年龄偏大之外呢，当然还有学历偏低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健康促进跟健康势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大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不会因此而被打败我们要不断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突破这个困境。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年长者，然后呢学历又偏低的，那这样子对于我们云健康的这个团队在运作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不断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来提高民众
上课的这个意愿，所以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讲台语，爱讲台语，所以呢要讲台语这样的代志呢，对这个医生，伊就会惊，而且是少年医生愈惊，但是呢了解，我们一步一步甲伊教，再来慢慢去，因为社会民众大家拢这形成的，所以呢其实。虽然不会讲台语，但是到了社区去之后呢，民众跟阿公阿妈给我们年轻医师的一些鼓励，反而是比我们自己跟他说“卖丢丢卖丢丢”还来得好。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另外一个场域的学习。好，所以有些年轻医师平胸起底盖巴，阿伯三天工改毕来了啊，跟我们一起去服务上课啊，服务民众之后，其实对他自己的成就感也非常的好。所以全程讲台语，那我们不是只有坐着讲课而已，我们还有一些动态的课程。那我们的老师呢，只要到社区去，上起课来都生龙活虎，都非常非常棒，那当然还有一些有奖征答，就是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游戏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最主要在课堂上，就带片段课程的一些就是我们如何提升民众对这堂课程 的意愿跟动机。那我们除了片段的课程之外，我们还会有办机动班，所谓的机动班就是我们会有12周的带状的课程，每一个礼拜的课程我们都会安排一个讲座的课程以及运动老师来带运动的课程。那在我们机动班要开始之前，我们会为长者做一些评估，就是 ICOP 的评估，那评估完之后给予课程完结束之后，我们会再做一个评估，那这个是我们在九雄机动班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是那个旗潭社区的机动班的情况，那你看阿公阿嬷都非常非常有热忱，那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也非常非常活泼，我们来打个座位来动啊，做运动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动起来，其实大家光看这些影片就知道，这些长者在社区透过这样子的教育跟这样子的上课，其实像我们满满又看黑影片里面啊，每一个阿公阿嬷都好像真的很健康可是事实上其实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都在里头但是只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其实阿公阿嬷给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回馈好，那我们也要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些小小的成果啦我们已经走过68个据点办了176个场次服务了8530人那我们在刚刚我有讲述到我们有办机动班那机动班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林阿嬷的故事这个阿嬷已经76岁了，那她当初来参加机动班的时候，因为这个阿嬷平常在家里她有跌倒情形，还有轻微的失智，所以她的家属很不太愿意她来上课，因为她会担心这个阿嬷来到社区上课的时候是不会有危险，那社区里的照护员呢也会担心。三方大家都在担心照顾员担心阿嬷来这边上课，因为她有跌倒下肢肌力没有太好，那又有一点点轻微失智，所以大家都在担心。但是呢这个林阿嬷精神非常好，非常可嘉，她一个点起要来上课，一星期个头条都要来上课，真正上完课，那当然她在这整个12周的课程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她其实上事实上他的很多的成绩不管整个面向的成绩，每一个面向的成绩其实都有提升这个也是让我们在办理机动班的过程中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鼓舞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可以来我们来看一下
末就是期末成果，我们会有最后一周会有个成果发表，好，所谓成果发表就是就是很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会有一些颁奖嘛，好，那阿嬷在颁奖的时候给一个真情的流露了哈。那我们每一次课程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有后测跟做一些回馈，好，那后测的成绩啊，其实都有明显的进步。好，那满意度也非常的好，好，到了95.66分，好，这些对我们云健康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好，那民众的回馈其实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啦，如雪片般飞来，好，那最鼓舞我们的就是非常感谢台大医院老师上课非常的精彩，好，也被搞不怕是大婚了哈，还有你另外都被搞不怕是大婚嘞，好，那。当然呢，也对我们这些课程，希望我们常常办这样的课程，哦，让全民有共识，增加健康。不是只有我们呼吁要健康，其实社区的民众也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健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云健康的存在点，云健康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也相对我们有些统做了问卷，我们做了统计，哈，哦，那民众比较期待跟想要上的课程。哦，这些其实真的是很常见的，啊，比如说失智啊、骨松，那我们做了调查之后，这些都会做我们未来在安排课程上的一个考量。哦，我们也希望，社区的阿公阿嬷可以真正学到他想要学的。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呢，云健康要做什么事情？刚刚主任讲的，我们就是要持续的做健康智能的推动，哦，全面总动员，哦，这一些，哦，刚刚前面稍微都有带到了，就是我们未来要持续做的事情。好，这是最后一章，好，哦，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两年来跟大家报告，这是一个小小阶段性的成果。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现在只是刚开始，未来我们一定会，绞尽脑汁的，哦，想想看我们还有哪一些可以为我们云林乡亲服务的地方。好，谢谢。还有我们还有准备
健康社区中心于2021年12月1日成立，2022年1月正式到各社区办理健康势能讲座。在院长的号召下，全体员工总动员，包括医师、药剂师、营养师、护理师以及物理治疗师，参与的医疗科部高达75%。我们的团队花了20个月的时间，跑遍了云林20个乡镇，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像是公庙开讲、长青食堂、社区据点、阿公阿妈宅呀、北大北医医生、未来首客、家长也来听好，这样的场景对我们团队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的团队不畏艰辛，扛起厚重的装备，带着满满的热忱，不畏乡亲服务，最远还来到苦无乡下农村老人福利协进会，步行51公里，开车大约要1个钟头，与健康社区中心同时照顾偏乡的民众。我们利用远距的模式，连线8个社区，让远在北港、澎湖的民众也能听到洪振兴副院长上课的内容。安徽一定的台语是真正认真、趣味又搁亲切，让阿公阿妈感觉亲像细汉的时排册包来去上课。大家小小的问问题，分明是真正做温馨。有年级师管理和张姐、张兰牙新店血压计大夫社区帮民众筛检，民众只需要动动手指头，不需要到医院，也不用脱衣贴片，就可以完成检查。兰牙科技与 AI 技能的运用，大幅提升了民众的筛检意愿。透过简易筛检出新率的诊个案，把民众脸点上铜镜，就可以在社区做眼睛检查。视网膜病变 AI 辅助诊断装置为全球唯一，可标注病征，针对糖尿病进行2分类分期的辅助判定，用于眼科健康普筛或是远距医疗，可以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治疗，让眼前一片光亮。老年期的高龄长辈其实深受肌少症跟衰弱的一个困扰，林健康还分别于林内9重社区及古坑奇谈社区办理急动班，做运动来够点空，让长者一边上课一边做运动。除了医师讲课外，也在课堂上加入运动，让长者可以训练肌力，预防肌少症。林健康社区中心医护人员走入社区，施展专业魔法，让民众在爱与关怀中学习健康知识，既能提升健康势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活着。我们不是呼口号，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有多困难，但是我们绝不气馁，因为我们健康社区中心。明天相伴。
我是以一颗感恩的心，代表整个正东社区。其实正东社区它不仅仅是正东里，它包含了敦化里，甚至还有远从志同来到我们那边。所以其实我觉得长者应该他需要的不是只有吃药，更重要的是在他生活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就有一些正确的这一些健康势能，包括用药的势能，包括我病了我该去看哪一科医生。当然看医生，我们想刚刚我才跟我们新接棒的理事长讲，在云林医院他说他不熟，我说对他来说我71岁，我说对他来说这是当照他，我在这里都会遇到同事，之前的同事大家都排着要照超音波要干嘛，所以我说我这里很熟，大家都要照他。但是老人看病这是日常，可是重要的我觉得不是在吃药，而是我们常常会有一颗怎么样的心，不认老，像我就这样，常常每次医生他说哎呀怎样，你已经在一回啊，你不是在七回，因为不小心就哪里就扭到啊，我们就会很勉强的去做，因为没有觉知到自己身体给我们的讯息。还有比我更年长的，他们有很多太热心，他们会把应该是比较哦，不能比台北市。可是我告诉你们，真的，如果没有这些来我们上课医生一点一滴的去改变我们自己的里面原来的这些讯息，我觉得这才是从预防医学来讲最可贵的地方。我还早上还遇到施医师，那一堂课50个人，你要知道。正东社区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域，我们的场域只有30平，你就知道是按前等做到贴后门，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的问题，我想司仪师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应该很深刻，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最后一个问他们，他说：“医生，死亡会不会痛苦？”这个都会变成我，你知道，这个看起来是很像我女儿讲，很没有卫生的问题，可是是我们心里的挂碍。可是是医生帮我们解决的。我记得他那天讲，我们今天生命要自主，就是我要让自己怎么样才能不那么痛苦。我可以自己决定我的命，我自己来做主。我不要把这种痛苦交给我的孩子去做决定，所以它变成我们大家放得洗了脑，知道吗？我们就变成知道说，我不要把痛苦留给我最爱的人来承担。我觉得这一个观念的机转，所以我那一次上完课是九月上完课，十一月我们就带41位伙伴就到台大湖尾台大那边，我们就41位签了病人自主权那个同意书，我们就签了。所以真的，如果要讲，那我讲一整不是一节课，讲一两个小时讲不完。这一些的事呢，都是台大给我，因为这种改变，其实家里有子女，再怎么跟我们教育，怎么跟我们讲，有没有用？不好的。上面哪够想我哈？陪陪坐在这里，老同学、老伙伴，嘿，讲一句话，比你一，你不管是医生也好，还是啥，讲得较有好。哦，啊，你咪讲安尼，好唔敢来听？啊，就少少就四十几个啦。但是遐够有呢，我遐够有人对无着你呢。我那老师意思讲，你其实你还可以来第二场，因为我们那50个，我们是禁止在叫轮椅，我遐坐袂落。我就讲呢，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需求，至少已经跟我讲的有20个以上，他们就还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一个给我们的是一个观念上自己的成长，所以我们说老了要怎么样，你要觉知，你要觉知，这还用对自己有病耻感？生病吃药都是日常，可是我愿意成长，我愿意做一个观念的改变。我想这是真的，谢谢素贞给我们这个机缘，让我们能够很近距离的把我们内心的疑惑跟医生近距离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所以只要医生来，大概很难逃脱休息时间，因为他会抓着问，真的啊。然后我们必须要，哎，没事呀，没事，医生没有困，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用国语、台语，都 OK 的，国台交叉也 OK。因为很勉强的用台语，有一些的专业术语其实是很难讲啊。听现在老来公平讲，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有一些自然就好。
以及各位优秀的医生团队啊，两位执行长，还有现场的所有记者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黄善林，我来自虎溪社区。其实虎溪社区成立才2年的时间，很年轻。在此之前，其实我是云林的媳妇。那过去其实我都在台北教书，很少回到云林。但是差不多3年前，我决定，我想把我的生命用在我的夫家的故乡，所以我就开始改变。但是教年轻大学生跟教长者其实是不一样。我也很用心，在虎溪还没成立之前，我就先到林内的林中社区去学习。那在我接触这两个社区，我看到长者的那个不一样，很不一样，他们的健康状况程度等等。那因为当初我就是因为我们虎溪社区刚成立，我们无什么资源，所以我到处拜托，包括我到卫生所，我去拜托主任说，可不可以帮我们上一点免费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资源，没有办法不讲师费，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上个用药的概念？那主任就告诉我说，你要不要找找台大？那就这样子，反正我觉得人有善愿，天必酬之。我觉得老天听到我的呼求。就这样子辗转姻缘，就这样开始接触我们台大。我真的很谢谢我们云林健康为我们社区，为我们所有云林的乡亲们。因为过去我们都常听到说，云林是文化沙漠啦，资源匮乏啦，老人的世界啦。我听到这些我就不甘呢我也从台语开始学习，然后我看到就这样子辗转云健康。开始来我们社区帮忙上不同的课程。那刚刚陈如执行长提的这个医生的国台语可能不太溜，但是相对创造一个很可爱的画面，就是长者笑翻了一片一片打成一片。那不会讲的他们马上现场指导，我觉得双赢，医生贡献的医学的概念然后也学到了台语。那最主要的，我觉得啊，很多的长者有一个恐惧，他们要去到医院，我刚提到说两个社区的文化不同，我听到他们真正的声音了、那个赵福员告诉我说，其实我们的林中社区那边的长者健康状况比较不 OK， 他们也反了，他说我想我现在没那么多了，那索性他就不想要接触，现在甚至不想要了解自己健康状态。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啊，如果我们事前先知道小问题，我们就治疗，不要等到大问题。那医生都愿意来社区协助我们，这是医院台大医院的贴心。那有这样的资源，我们要好好珍惜。那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我相信你也比较清楚明白，告诉子弟该带你去看哪一科。那在我们社区相对的，我们也有因为透过云健康到我们社区来服务的时候，而发觉了原来他透过这样子相对在检查过程当中，他找到他的问题。我们有一位长者，他的先生就是因为透过来做这个肝炎的检查，才发现他自己本身有鼻癌。那后来他也快速的用很短的时间治疗，我最近也关心他状况，他说现在都在稳定中。那相对我自己本人，我自己也因为透过林健康来的时候，因为带人，刚刚我们看到图片那个心电仪，我原来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我从小我都没有觉得，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想做的事好多，我每天 schedule 排得满满，但是透过这样才知道，原来我的心脏。我们常讲过动了，原来我的心脏也是过动了，我的心房在动太快，我是很感恩林医师。因为当我知道我这状况，我问他说这是猝死吗？他说不是，比较担心是中风。那刚刚我们的荣誉理事长就讲了，不要让爱我们的人造成他的困扰。我若猝死还没事啊，如果中风了，那我的全家可能都整个黑市也很大麻烦。我就当机立断跟我们林亮女主任说，那我想快速的治疗怎么办？那可以最快的，结果在年后我就用3天时间我来住了院，也处理好。那未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相信如果老天觉得我还可用的话，我想他
他会给我健康。我很感恩遇到的优秀的女主任，感恩我们的台大的云健康的团队帮我发现了我的问题，让我提早预防，在还没发生事情之前。那我现在重回我的健康，我相信我也愿意帮助更多更多的社区的长者。我告诉他们，老既然是不可逆，我们要老得健康，老得快乐，优雅的老去。那我们再一次感谢台大团队给我们这么大的协助，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请陈科长一定要好好支持我们，我们这么优秀都想做事的人，请你给我们资源，请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起优雅的老去。谢谢大家。还有黄老师，还有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素珍哈。那在两年前呢，因为黄院长哈，就是黄前院长，他是就是到指令，他找我去办公室说，素珍啊，我想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啊？当下我就是满头的问号，我想说，这个好像一线没有人在做哎，那到底要怎么做啊？我要去找哪一首公庙去做啊？我真的是满头的问号啊！还好呢，就请洪主任来协助我哦，怎么做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概念，一个雏形。那原本我是文化处的志工，我在那边文化处当了20年的志工，我就利用我的资源，我去参加志工趣味竞赛的时候，就去认识所有全云林县的志工的那个社区的理事长。然后去递我的名片，撒名片，然后就到所有的社区去做联络，然后上网看我们所有的乐龄中心，所有的公庙庙口，然后就把我这样子自我推荐，把它推荐出去，一步一脚印，然后慢慢做，慢慢做，做到后来才发现说，我一个人真的是能力有限，所以也很感谢，院方又给我增加一个人力跟助理进来，然后我们的医疗事务室的社工也支援我们两位社工来进来帮助我，所以我们的团队就越来越壮大，让我们可以走更远的路啊。那接着就是我们上课的过程当中，像理事长啊、黄老师不断的给我们很好很好的回馈，
哦，那你赶紧灌汤的啦哈。哦，刚刚那小帅院长的功课，我跟他做快了。我说对呀、啊，我就是这里的心。哎，我都会跟同事讲说，光这里的是那里吃喝玩乐哈、啊，跟老人家啊说说啊，笑笑啊，然后他们就有一些疑难杂症啊，我们就可以尽我们一点专业的知识，然后来帮他们解决。啊、我们都觉得，哎，他们很快乐，我们也很快乐。那、啊、看到老师这样健康，理事长这样健康，哦，我们都好有成就感的，真的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啊，真的很。所以呢，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想说，哎，继续这个不能断，哈、哦，不能断，就是继续持续的为我们云林的乡亲继续努力，哈、哦。那所以，我虽然退休了，啊、哦，我也留下来当他们的终身志工。对，本来就是当事业，现在是当志业在做这样子。好，谢谢大家。看右边，口罩，口罩，口罩啊！好看右边，好看左边。中间也要，是，弟兄，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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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来，来，哎，一起啊！一起，这样的画面不要太孤单。来，美女。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向大家来分享台大医院云健康成立一年半以来的成果。那云健康的这个使命呢，就是透过社区的这个资源，把这个医疗照顾哈带到全云林的每一个乡镇。那我们很高兴在我们团队的热血沸腾之下呢，已经走遍了云林的每一个角落。那除了做这个健康势能的推广以外，也做了很多的疾病的筛检。那台大预立会跟所有的社区结合在一起，不但是要治病，更要做健康促进的守护神。很高兴那今天有这样子的成果向大家来分享，大家。要，你就讲他们会剪，你讲得好他们就剪，你讲不好他们就不用。从筹备到现在已经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云林20乡镇。不过这只是一个起步，起步苗，我们会继续走下去，希望能够云林的乡亲能够在地老化，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能够身心灵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来，长辈的改变。投入之后，长辈的改变。其实我们每次到社区去办健康讲座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看到来参加的民众跟长辈是小。那当然，在课程的过程中，还是会跟他们有些短暂的交流。他其实对我们来到社区做这样子的一个健康设计，其实他们给我们的回馈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就像我们那天去上心率不整的时候，很多长者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些心脏的疾病，那透过课程的洗礼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因为主任会讲一些药物，什么疾病吃什么药，那个长辈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吃这个药，这个药他记得没关系，没当还没讲，他原本他对于尤其像很多人吃保鸡。啊、那保鸡就用保鸡的不是很熟，所以其实最大的带给的其实就是现场直接的互动。其实我觉得现场直接的互动才是我们在做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开心，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一个首长的时刻。那我们也可以现场直接就跟长辈的群众解释明白这样子。我想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现在医疗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在清静的医院里面大家要做很多的康会，就我非常感佩我们的医疗团队在非常繁忙的这个医疗的业务中还可以走遍这个云林的这个乡镇每一个角落，那面对面眼睛对眼睛的这样子跟长者来沟通，来传达这些重要的知识。那这些很多的东西也许不是一个视频啊，或者是 AI 可以取代人跟人这中间的温度那这个事情能够成功，其实真的要靠很多善心人士对这个健康计划的支持。
所以我们非常的谢谢他们。那我们共同目标当然就是所谓的健康老化，那我们再把它讲得更简单一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是吃得好、动得好、心情好，对，三好，这个三好女，吃得好、心情好、动得好。那我们透过很多的这个方式，希望让云林的这些长，尤其是长者都能够得到这个共同目标。谢谢，做功德。
云健康赞。哦，是，谢谢，赞赞赞赞赞赞，太太也赞了，哈哈哈哈，水棍水。来，来，尹正康赞，尹正康赞，对，好，谢谢，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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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